嗨，大家，现在是礼拜天，然后我要来做下礼拜的便当，把剩下的蘑菇用完，搭配芦笋跟它一起炒一道菜，然后还有剩一半的洋葱来做洋葱炒蛋。锵锵 ，Hello， 是不是卖相蛮好看的？感觉真好吃。大家早安，今天是礼拜三，跟大家分享两件事情，就是如大家所见，我现在正在做心得减肥系列，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挑战一下60天。60天之后就是夏天了嘛，所以很值得挑战吧，一起好不好？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今天是上班最后一天，洋溢着很幸福的笑容，而且今天也是我上班化妆最认真的一次。我平常是就是很丑的在上班的。然后为什么我要离职呢？原因是因为我家人不是生病吗？然后我爸爸是开餐馆的，小餐馆的。所以他已经不能工作了，有点像是我放弃现在的工作，然后回去家里帮忙。不用担心，我会努力的。我觉得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我很会转念我很少会让自己就是深陷在一个不开心的情绪。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蛮好的。对，那我们去上班吧，最后一天上班耶、最后一天上班。我还带了三个那个 Uber Eats 的纸袋，要去装我今天所有的杂物。一年几岁？23。在这边工作几年了？快要三年了。今天要跟我一起离职。这个既然是副总要请客，所以我们就爆点了一波，好爽哦！爆点一波，爆点了1370。是礼物吗？你的盘亏我帮你顶。就这样。你竟然会把它剪开？对啊，你这怎么吃饭？你告诉我，每一个都看不清楚东西，怎么吃饭？哎，那还有这个、麻烦，谢谢。嗨，我们是这间公司三个最年轻的组合，26、28，应该想讲30，耶，毕业了，拜拜。耶、最后一次的公司电梯拍照。
了，抱歉了，拜拜。我今天又来公司是因为我来还门禁卡。好啦，真的要拜拜了哦。然后我现在穿运动服要去运动了。阶梯，来小吃店吃青菜汤，然后配一杯豆浆。我刚刚已经吃了一个卤蛋、一个豆干、一个海带了，这样应该是蛮不错的晚餐。我觉得运动的意义就是让你想吃很多的时候会提醒自己一下，下次还债会超级痛苦。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家现在客厅炸掉的样子，因为我就是离职搬回来很多东西嘛，所以这些东西都现在堆在客厅。好，我们来打扫一下。哎呦，桌面清好了，接下来开始清地板。打扫完了，奖励自己一杯德政。这个是我上礼拜第一次喝德政，然后我就被吓到，因为我没有喝过德政。它的青梅春乌龙超级好喝的，我平常是不会喝什么梅子系列的饮料，但是它真的超好喝，它的那个梅子酸酸甜甜的，然后配上它完全不会涩的春乌龙茶。好，那我们去做早午餐吧。看到生菜就知道我要来做生菜三明治，我很久没吃了。结果我拍了那么久，我有录到，结果我都没有录到，就是把小黄瓜切成一片一片的，然后把番茄切成一片一片的。这就是三明治的基底生菜，小锅子超级小，刚刚好可以煎一颗蛋，超级可爱的。这个也是妞粉的。先将变成一个很扁的，其实也没有很扁，其实还蛮厚的生菜三明治。当当，是不是看起来很好吃？哇，有两片蛋，然后中间夹肉松，超级美味。再来做个优格，就是很完美的早午餐了。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小橘子，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
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分享说，就是女生私密处一直感染，然后她遇到一个讲话很真实的医生，那个医生就跟她说，你就连续吃一个礼拜的无糖优格，你可能就会改善很多，然后就真的去试，结果她真的就是没有靠药物就让她慢慢的变好了，所以我现在也开始每天吃优格，超级好吃的一餐耶、今天晚餐是小吃店的豆干卤蛋海带跟青菜，有点饿了，来吃个粥。特别选了一个只有280大卡的，这个桌上超干净的吧？衣服都这样子，这都是你的东西。我哪我要在镜头前面回谤你，那我也会给你留言的、哦，很抱歉哦。哇，这个它虽然就是只有200多大卡，可是它根本就没有营养哎，它就只有一点点皮蛋，一点点肉，好像不应该吃这个的，对不对，妈妈？我怎么知道？好吃好吃！我要睡觉了。我想说明天因为要去做运动，然后做完运动就要去上班了，所以我想说做运动前可以吃个燕麦奇亚籽当早餐。起来，江江，这个是昨天泡的。燕麦奇亚籽泡过之后啊，奇亚籽都会膨胀，变得 QQ 的，很有弹性，很好吃。这真的是一个很方便的早餐。我要去运动啦，然后我特别买了一个小水杯，它只有300ml，但是它可以这样子急速的喝水，噔噔，还不错，喜欢。自己家的小吃店就是爽，吃什么都不用钱。大家早安，今天是礼拜天，我要出门吃饭了，那我们来蹦一下吧，蹦！今天是礼拜天，我要跟朋友出去吃饭了，吃早午餐。然后每个礼拜啊，我会有一天碳水日，就是在这一天，我可以吃任何我想吃的面啊，任何碳水。然后这个礼拜碳水日就是今天，那我们走吧。燕姨，我真的很推荐大家买这件裙子，你看它完全不显小腹。这一家福迪兄弟，噔噔，自以为是 GoPro， 这个你的，你要做30到40片，对啊。真舒
服，虽然今天很热。请问现在还有浓缩新冰乐吗？现在没有浓缩新冰，但可以做，就是以前的星巴克的浓缩新冰乐超好喝，然后可是它现在已经没有，它现在变成咖啡新冰乐加一份 espresso。嗯。